全部速度还是多的 Q， 就无解的，萨拉斯打死的英雄无解，基本上无解。走掉。用走位去躲，走位躲 Q 的 Q， 不要用一去躲，走位把他 Q 一躲，然后就跟他打就可以了。Q 的 Q 技能躲掉没伤害了，后面躲掉就打一个耶耶，一定要用走位去躲。不能用技能去躲，你用技能去躲的话，你的E也没有了，就也打不到他了。被 Q 到了就往后退一下，剩两级，就把他打下嘛。哎，没他出来，加速了。哎 ，A 两下再放 W， 可惜了，把他那个打下嘛。Q， 不上 Q 打 W。打下嘛，打不下嘛，还是那个 W 没打出来，可惜。这不他回家的话，不回家。不回家可以，不回家的话，我迟早有机会打闪的。哎，这个加速是什么鬼啊？下吧。这个加速跑得好快啊！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事。我没有，差点打不死，没去跑了，我不记得有加速了，走一走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就这样，把 Q 躲了就可以了，下嘛 ，OK。走，直接走，不给他冲技能，等下个打鬼杀了，这波最好冲个五级，先 Q 再一上去 ，A 一到 A 打再来打，你看打克雷其实很简单的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，这个走位得好，就，而且得是这个克雷愿意放 Q 躲。有的克烈的话，他会一直把Q 的那个捏在手上不放。我之前，我连胜两级还好，我差点以为没去大招呢。我之前打那个侠武之巅打那个刘小佑的克烈，他就是这样，他把 Q 技能一直捏在手里，不放 Q， 然后一直推兵线，我就杀不了他。不过那把我也没炸死，就没发育。下马，好嘞，技能瞎放，这个打不死，等下套技能，他被拉，他被我拉扯的很难受的。这个血量的话 ，EW1 最后开大就杀了，他是不用 Q 来补的，预判一下 Q 位置，知道没打成。时刻没到六吧？升级了，是没？他会感觉打完全没跟我打。再来，这个要拉不断啊，被他 Q 到了，被他 Q 到这都不能打了，我该没小心，下马。等下一套，这边你不敢补了吧？左边，哦，一道，他这个血量的话，我一套可能秒不掉，可能伤害会不够。你会下来？我看没果实哦，7分钟果实应该刷新了。
你可以躲一下。哎，躲完了，你进来了。还行吧，不能往这边走是吧？就不能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吧，就被死跟那个墙给减速了。吸个血去。哎呦，哇，可以，行吧行吧，这波啊大会结束了。你技能，我先把晕A D 上了。A 跳一下，你进的 C 一套杀不掉了，还是那个开打吧，把那边全都炸一下，把那下路全都耗一下。我如果知道木木来的话，我肯定要用木木打。我开大雷打不过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亏贼，武人没有羊群，就成了空有一根棍子的蠢货。你们几乎越塔哎，等下我先疯了，不着急，我已经死定了，这么我天，他要杀，他刚刚说很爱塔，我帮他不帮他扛的话，他肯定要死。怎么输入法出来的？他没点了，可以，别被他 Q 到就行。哦，这个血量能打吗？别被他 Q 到就可以。来，没 Q 了就直接上，压人家，灭他，你算命下嘛，一手，这又好了。撞上来了，哎妈！哇！啊，应该给他个头的。哎，我连招连习惯了，应该给他个头的，应该给他扔个头。我不细节了呀。下路可能一比二，阿木这个应该没大招了，聂德能交流进化。下路没人来吗？把本鞋打出去了，那我就把线推进去了。带线的话，尽量把本线推跟打一下。啊，拿峡谷先锋了，那二打一都给他拆了，过不去了。强盗啊！来抢钱的，这个逼！哎，可怜了，没什么蓝了。有把多少？
杀不死我吧？确实乱打，这团战也乱。啊，这我被那边开先手了，啊，这只能跑了。而且这个团战是真的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打的有问题吗？我用一上来永双兵，刚好，应该没大东西吧。没有刷了。欺善也好，行恶也罢，说辞又有什么意义？如果这个有 buff， 那我跟 NDC 一起分就好了。哎，不能分了，只能打野跟 NDC 分。你眼呢，辅助啊，这么大个眼。不放一吗？可怜，一一下，不放一啊！哎，过去，别过去，有人的，有人的，阿木木在啊，阿木给把你秒了，我都不敢上去，直接打龙就好了。哎，别追了，别追了。不要追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！穷困莫追，没视野的他就去被阿木木大五个就炸了。阿木木有闪，死哥应该想不了，死哥没死。没事。这波就打团完美了，这波。思路清晰，兄弟们，谁都能死，阿木那个大我不能死，那第二人家队友吃就好了，我死下来比什么都关键。